右边，再换边，有看到？滑右边，左上右下，滑左边，右上左下，不要给我打叉的滑，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这样滑、欸、还有人这样滑，奇怪，这个怎么会有力气呢？滑右边这样子，跟着滑左边这样子，滑右边这样子，来，来这样，你看哦，滑左边这样子，滑右边，转边 ，OK， 来，你确定哦？当你要左转弯的时候，由左后往前推，还要左转弯，哦，很轻松，一人一板，非常轻松，就左转弯。当你要右转弯的时候呢，就是由右后往前推，它是右转弯，哦，非常的轻松，哦 ，OK， 好，再来，当你要前进的时候呢，由前往后爬，哦，由前往后爬，来，右正桨。右正桨，我们看左边，左正桨，左正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冒险卡达立桨教学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、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好来再前进啊，再次哦，来前进是右前爬，左前爬，好，那当你要撞到东西，你要拍我们拍合照，或是等下撞到东西的时候一样，来刹车。我看到刹车兼倒车，然后呢，就叫你干单，啊、哦，不会很难，啊、哦，不会很难。好来，最后一定要站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跪姿跟坐姿，他们二十分钟就不舒服了，卡到吧，还一定要站起来，好、哦，站起来，来，跪姿一，左脚，右脚，青蛙蹲，脚顶着，站起来，好，站起来要稍微晃一下，保持平衡。去感受一下平衡，然后整个都没问题之后，站直，双腿打直，好、哦，也是啊，你要弯下驼背哦，那不对哦，身体打直，打直的时候就是卧长脚，卧长脚动作就是一模一样的，好、哦，我们等一下要滑5公里，所以至少要站1个小时，我要求啦，至少你们要站1个小时，所以等一下都一定会用到。好来，大哥先来，来，你先。因为我也不知道